如果动物都变得圆滚滚，会发生什么？哟，奶瓶，我滴。啊，你自己掉下去的吧。失误，失误，再来。哦，布丁，你怎么自己掉下去了呀？那是谁呀？超速了。原来是臭奶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今天就撞你。你也别自己掉下去了，狗带一次，对面就会增加一分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对面撞进陷阱里面。呀，无敌！啊！这下撞得好呀，我撞，我躲。小子，你不行呀，怎么自己掉下去的呀？哎，葡萄，我撞！哎呀呀！呵呵，小子，不过三哦。什么事不过三？是事不过四。你小学怎么学的呀？啊，是吗？嘿嘿，我停，哎呦！小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自己总是掉下去啊？小子，你能别送了吗？原本领先的分数，这下好了吧？直接落后了。别急别急，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掉下去了。我用人格担保，我要是掉下去，我小王子名字倒着写。看我野蛮冲锋，哟！哎呀！我用人格担保，我要是掉下去。吓不活了，家人们！小王子，你别送了，能不能打起精神来呀？我觉得我们都别动好了，自己让小王子撞，他自己都可能把自己撞下陷阱。臭奶糖，你别小瞧我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，我撞！哎哎，没出去，嘿嘿，气不气？可恶，差一点，我顶！哎呦，空的，你气不气？我顶！嘿嘿，一点事都没有，小王子，不是要好好教训我吗？就这样？是吗？我顶！回事呀，我打狗带了。我也撞到了激光了，怎么样啊？切，那是因为我没有状态，有本事再来一次。来就来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哎呦，奶糖再来。我滴。哎呦呦，哎哎。怎么样啊，奶糖？炸、哎！不是吧，小王子，你这。